2023年家族旅游就是要去台南。真的是蓝色的，不然了不起啊。完美景点。谁要拍帮我拍？用最满分的一句话形容这里。就是好蓝哦。等回来之后。你好使这个肚子，这个鼻子。王光啊，这就是台南啊，干嘛硬要蹭？我们都不会看地图，我相信。刚刚那个是原字，然后带错路，我就算在原字头上。我们现在要去绿地水果冰，水果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要去吃冰。那也是北大去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尾不要绑着自己去，你先暂停。不行路啊！被他发现，你要暂停不行，这个到时候被你要讲他坏话。不是讲我自己的坏话。继续前往绿地水果冰。我们在绿地水果冰，绿地冰店旁边是爱国妇人馆，颜色很漂亮。对啊。嗯，爽。哦，这好甜，好好吃哦。念书的都要来拜一拜。我没有在念书。你需要念书。我们都是要准备这个小电风扇，才是真正的旅游达人。你在前台所学，前面讲这些话。而且我是直接挂在这包包上面，就而且它是非常轻的，这台才100多块。如果团购的话，有没有比较便宜？嗯，不知道。还要输入什么折扣码？输入我是大美女就可以了。你要上厕所吗？在那边。你知道站牌在哪里吗？没有，我刚看那个。就立立冰果事情。你为什么买这个瓜？不是，我是要一个。前面是台南市美术馆一馆。这是什么路？走啊！走啊就走啊！走啊！我们这里是一分，一是一分半啊。我算两分吧。没有。我跟阿朱住家庭房，跟奶奶住。对，那到37楼。
这样看起来你们这间的 view 可能最好。对啊，对，你们谁选的？没选，没想到那间。我们就死不走。最好是要用这个当背景了。耶，花园夜市。这种背啊背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这是我做的好哎。我们现在一行十个人决定要打散，分成三组，就是各自前进。然后八点半在那个门口集合。要是分场。他很热了。好臭的。河口味再买，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客人买回去那吃没两口又不吃。好吃哎。都跟米血是来味，很像鸡排那样。不要在这里。我们在逛花园夜市。网红一直在关心他的订阅数。对，让你化解。买了一桌子才过来，是两桌子，是有，是两桌子。我已经买到，买到忘记买什么。应该吧。那师兄的礼物。好了，在哪里？这个。哇，你要什么冰什么甜？正常。正常会很甜哦，这也是台正常点。我试试看台南的正常点，正常点。你喝茶会睡不着，我是翻粉。孜然啊，是红茶，啊是红茶，半 S 半糖，修哥嘛，少冰少 I 啊半 S 少啊少 I， 厉害厉害，台南规矩四 S 四分糖。欸，去年是四体低最赢吗？对啊，第二名。去年困很烂，你是最烂。这个在哪里啊？这个怎么在？对啊，这个为什么在这？苦练了一年，没了。但是你胜没赢呢？我胜九，好像每次赢的不是他，就是他，最多他。哦，妹妹终于不拿。搬回讲座了，王座了。好，奖励你吃掉你袋。